我的意中人是踏着七色彩云的盖世英雄。两位实在对不起啊，我娘子呢精神有点问题。哎，走了，回去了。这件事情呢是这样的，我来告诉你一下。太和月黑风高阴森恐怖的夜晚，你是白晶晶，他是至尊宝。前面安静在桥头，一点我就开始。他的双手都已经着急了，大火你就一把让我拼命的。我走了，走了。你们见过大师夫人了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接下来的剧情呢，简直就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。就这样。